玩上工，時間4:01。喺2:20，天文台發出，即係今日下晝2:20，天文台改發1號戒備信號。當逐漸個風暴威脅解除之後，天文台就會取消曬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你都記得琴日打風，即係超呢個強颱風山竹，打得10號巨風信號，歷時10個鐘頭。其實我都可以話，琴日係一個好靜嘅日子，因為琴日雖然話你10號巨風信號係維持咗10個鐘，由朝頭早9:40維持到7:40，即係維持咗10個鐘頭。在昨天裏面，這個風是最強的颱風，你說最當風的藤花村，即是昨天都吹了很久，到今天就去買了餐都見到滿目瘡痍，很多地方都有冧樹，還有通去西鐵站那條路冧樹，整個天水圍只有西鐵消耗先運作，其他的東西沒有的。咁即係話俾你聽，個起身甚至係出去嗰陣，見到好多人徒步行上自己翻嗰個地方，甚至係徒步行過西鐵站，所以我見到好多人行去西鐵站，因為冇巴士、冇的士、冇小巴、冇輕鐵，乜都冇，只有徒步行過去，即係好多冧樹。到到今日都見到有好多地方都有冧樹，可以話一片頹回敗瓦，對我係以頹回敗瓦呢個字形容。我今次我跟住晏晝就去香港南食飯，在天耀廣場下面，即係一個停車場附嘅對面，有兩棵千年的老樹，即係起碼成千年的棵樹，兩棵樹一起倒冧，連係連根拔起倒冧，你都見到有很多樹倒冧，跟住見到個細路仔咧，同佢阿媽影相，但係佢細路真係好開心。樹木都有生命，點解要咁開心呢？你有冇諗過種一棵樹係需要幾年嘅時間？而家就係好多樹都即係吹冧曬啦。我經過嗰條路都起碼係遇到好多好多棵樹，都要起碼唔係好似之前咁樣，係完全好難救得翻。通去銀座嗰條路好多落嚟都冧樹。所以我就形容今次受到強颱風山竹吹襲，好似日本鬼子即叫蘿蔔頭襲擊嗰陣時嘅頹回敗瓦一樣，一樣簡直一樣，即係直情一模一樣，好似真係好似打完仗之後成一邊頹回敗瓦一樣，即係好多雜物喺地下嗰啲。啊！即係點解好多人都埋怨教育局宣布聽日停課？即係琴日又講啊，咁點解唔宣布停工？咁我想問一個問題，即係以你嘅睇法嚟講，你到底對於教育局宣布停工一日，你係贊成定反對？咁都可以話今日都好狼狽，因為今日打完沙漠之後，跟住見到好多人行到過去咧，因為冇車啊，但係都要翻工。你睇個新聞都有好多人喺大圍站，大圍站係起碼成個西成個東鐵站裏邊係排曬門排滿曬，排咗出去門口嘅，要實施人潮管制措施，即係好多站都實施人潮管制措施，同埋要實施呢個單軌雙程行車，即係要。即係兩邊唔同方向嘅列車需要共用一個月台，所以話俾你聽，另一邊月台冇人，另一邊月台係逼唔曬人，個個等車嚟，個等到好埋怨，即係就齊齊鬧政府點解唔放埋
打工仔的假呢？因為打工仔放完放假之後，因為那些市面的車還未恢復正常，巴士又沒有，的士又不冚期，小巴都沒有，東鐵就未得未嚟，因為十分鐘先一班。你有想過如果很多人的情況下，到底很容易會遲到？所以我告訴你，有很多人都會損失，都敢損失了一人的糧薪金，即係要。咁如果你贊成停工一日，會有一個後果。如果你真係贊成停工嘅話咧，咁你咁成個香港就會冇人，冇人揸巴士，冇人揸的士，冇人揸小巴，冇人揸西鐵，冇人揸輕鐵，冇人繼續開鋪。冇人繼續開餐廳、酒樓，乜嘢都唔開，咁即係話俾你聽，香港乜嘢都唔開，變相就好似香港癱瘓曬，好似一個死城咁樣。你到底想好似一個死城咁嘅地方，想繼續翻工？你有諗過咁樣做會令到質素下滑咧？咁唔通冇車、冇餐廳、冇嗰啲娛樂場所？你會在外面過得很好，所以一定沒可能。所以如果你說我選支持反對，我一定選反對。因為我看了新聞，都是說有很多人等車，等到不耐煩，甚至有人等了兩個小時還沒有車。不過最開心係今日放假，到今日我雖然翻返嚟河邊，都已經有好多棵冧樹。對面成日跑翻嗰條路又冧樹，都唔知喺邊度可以跑翻嚟，好難跑基本上。我即係舊年天鴿吹炸嗰陣時，到咗九月幾咧，都記得幾棵樹未清理。即係我睇翻學校，見到個管理員瞓覺，但係如果我想偷影一張，但係佢真係起咗身，影唔到。因為你成間學校裏面冇人，而管理員都覺得好悶。所以咪坐喺度瞓覺，又嚟啊！咩山竹過後，前天文台助理台長之四個好彩，超強颱風山竹威力強勁，所到處處都係滿目瘡痍。至今本港交通仍然未能恢復正常，即我覺得咁似喺度唱反調。香港都已經係差唔多好多冧樹，都冇巴士。頭先我成個話都見到一架客滿嘅港鐵免費接駁巴士，即到我翻嚟喺青年海附近有個。師奶就問我到底知唔知邊度係天上西鐵站，因為佢唔知道邊度係輕鐵帶，因為輕鐵就而家恢復正常。喺輕鐵就暫停服務嗰陣時，見到有啲人坐喺輕鐵站嗰度休息嘅，上邊嘅。要作文啊！要。
唉，又要作600字嘅文，咩校慶55周年要寫一篇文，即係你佢暗示就係要你喺中一至中五期間發生過一樣令到你好難忘嘅事。如果以我嚟講，發生過好多次，難忘，即係暗示就同我有關嘅定係？即係意思係，如果同自己冇關，淨係同自己有關嗰啲咧，即係一定冇可能。